二月中旬上冰进货。雪深吗？来拍拍我的雪有多深，来看看这儿的雪有多深，看我腿没有。哎呦，哎，好好玩。帐篷搭好了，我们先煮点奶茶暖暖身子。今天我们用的是约克夏的红茶。等回头，我现在最近正在实验啊，把市面上所有的红茶都来拿来那个做一下奶茶，然后尝一尝哪一个是真正适合这个冰调的。因为冰调的时候，你需要喝点这种热乎的，然后高热量、高能量的。开了。然后给它加点白巧克力，可以了。尝尝。太小了，回家吧。
今天的第一条 Jumbo Perch 钓了一个小时了，刚才都是上的无数条那种小的，终于有一条像样一点的了，不错。第二条张宝，就是刚才我跑那一只，对，应该是只 pack， 没错，是只 pack，yes， 刚才我跑掉那一只，好棒呀，嗯，再慢一点，easy， 慢一点，你不要，嗯，对，没事，哇，来下高高啊，好好好。今天的第一只 pack 不错啊，尺寸也还不错， nice。 跑的时候之前跑掉一条 pack， 结果 CC 又钓上来一条，这是 CC 钓的啊，我们今天第一条 pack， OK， good good。这条尺寸不错啊，不错，这次钓了一条巨大的张宝，不错不错，这次是刚钓的，这应该是咱们钓这会儿里头它应该是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大的这条张宝，漂亮，
nice。这条尺寸也不错啊，又一条张包扣尺，第五条了。是个大家伙，看不清是什么。大家伙，你先逗一会儿。我靠！哇，这是什么呀？啊，辟谷。哦，玩了。Easy。上了一条辟谷，不过大家要注意啊，现在在我们安省呢，这个辟谷还没有开季，所以如果你逮到以后，应该放回去的。OK， 拜拜，多漂亮！我觉得辟谷的这身材特棒。拜拜。好，咱们也收摊回家吧。回家喽。好，我们现在准备收拾帐篷回家了。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啊，总体还不错。因为时间问题呢，我们没有去深水区，大概就是离我们家很近。找了一个大概3米水深的地方，然后钓了4个小时左右。小破石是钓了无数条了，那都放了。然后张波破石呢钓了5条。然后比较惊喜的是上了一条 pike 和一条辟谷。冬天在这么浅的水很难钓到这些东西。所以还不错今天。然后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啊，我们也是不定时的更新。OK， 拜拜。